吃包来奶奶，等你喂点儿。吃包来是不呢？睡觉吧。嗯，睡吧，还在身体下。你是要睫毛，你知道吧？你该唱了。嗯。现在睫毛了。你起来。坐了。行了，妮儿。嗯，还咋还的？拜拜。非得把孩子整醒。给妮儿，你爸爸了，妮儿，爸爸了，走了吧。那边儿都怕把孩子撂这儿，把孩子整醒了。你也可好，孩子睡了。哎呀！你别整孩子了，姨们。你看，醒了。你整孩子呀？我干活。见我，净干活儿，真是。姐先把一两三号的账给算了哈。哎呀，你俩大包了多少万？100多了。啊，这是俩人那个正大包。啊，你俩豆豆包，一个大包，一个柴，一个铁签儿。真的，今晚能挣多少钱可以啊？挣了钱回家交给父母呗。嗯，干。交啊。交。你交不交？你交不交？你不交，但是啊，不能玩游戏用哈。啊不。你丢了钱干啥用？上油花。行，有目标都可以哈。今儿还有一个小妮儿跟着干了，那小妮儿回去了。嗯。那小妮儿给他算多少钱了？他没给我报数了。呀，挣了不少了啊！挣了不少了。多少钱？一共是37。你俩起来别偷偷摸摸的。37给40，恁俩好分析。好好给下位啊！40，一人20呗。行，你俩凑。咋分的？一人20还是你10块，你30还是咋分的？一人20，来，招工。明儿再来干活哈。就在搁那个那桌子。啊呀！搁长高了。长高了，你要比我还高那些了。Thank you.
吃也赖着吃，也胖老子成朋友了。咱妈全给我摆，全给我摆，真还得。就是一个送完还是几个送完？你给他俩煮也行，煮一个给你也没问题。你起来，你起来，姐姐。嗯，这蜜哥，我跟你说，姐姐跟他姐姐蜜哥出门啊，你跟他学，那俩人搁这起火吧，行不行？我跟那鸡鸭鱼肉，我跟你说，啥都给你准备冰箱了，行不行？要闯号，人俩这不走了，不行，我家这边。走走，今儿溜达俩去买点好吃的。但是，我跟你说啊。住到姐姐这可以，但是姐姐不来家的时候呢呗，那一俩都得回家，明白吧？就是没洗脸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媳妇儿咋的？十点半行。没事儿，我跟你说，你只要说脸，我也不赖你。小家伙呀，跟人住得了，因为啥呀？都是跟人还得老长时间，俺俩不见面哈，还得来聊天，都洗高兴。你妈还洗呀洗洗。跟那前夜啥人跟这热热闹闹了啊，玩的挺高兴。嗯，你走吧，你也别给妈妈给面了，走吧。妈妈不要我了。你赶紧呀！我说咋了，老头儿？这两天主要出门啊，孩子搁这没住够，也不能领着孩子出。你夜市洗干，夜市没洗干净。你没，你天天让他舅舅开。你天天让他舅舅开。我往夜市洗。你有本事你让他舅舅开开。你刷牙了没点？没，不是他没拿专属牙刷。你得是你看在家里边小水都光学院洗了小水，你知道呗？你的小水也没。这切来了以后，也用学院来学院人。你说俺来说有洗的，你说俺说我切，下次我给你买个专属的水。啊，姐一出门来，我那次跟那儿买东西了哈，切家拿了个水，姐姐我买个这个吧。我说你真是，你姐姐说一句话，姐姐还没做到了，他拿了水。这姐们这个给这口了点你说说两个人跟那舅舅也该展示你知道吗？肯定说的跟着反正你自己说的反话啊，那是你说的，这姐你说的、不是姐，你这样吧，那你这说那你这筷子走吧，行不行？记得又感觉要大礼，那姐姐好吃大米，然后一整大米你是整那个糙米哈，我说糙米不是不胖啊，整糙米切好吃呗，好吃，我还切好吃的糙米，不好吃。等舅舅跟那舅舅回来了再接你，行不行？你不愿意了是吧？那爸爸别哭别哭。姐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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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脸也不擦，你这装哭啊！洗了脸，脸也不擦了，咋说的？哎呀，气死个人！妈妈，你别不要我！赶紧接妈妈都回来。耶，跟那妈妈也跳迪哥，你让他按点你。谁叫迪哥？你看妈妈的腿，看见了吧？我的了，屈臣屈臣。嗯，闺女，妈妈两天就回来哈。我被你撵手了。哎呀，你别懒得说，你别气我啊！你别气我，那俩收拾那俩个东西啊，把那俩东西都收拾好，拜拜。得了，孩子，这个上幼该坐后车了，对，提前坐后车。该坐后车，给他。嗯。还没叫洗了，把洗衣机让坐上后车。中。你别叫哥哥回去了。把你嫂子慢点。呀。不愿意。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？高兴不高兴？你看，得也早上起来，你知道吧？他老高兴了，这小丑妮儿真好笑，都说这小丑妮儿好笑，是不是？真是好笑啊！你叔叔阿姨都说不叫你这样了，他还都他烫都不烫，你知道吧？他光要气。走，再出发呀！走，出发。你有啥回来呀？你还没走了，早上啥回来呀？啥回来？等舅舅回来，立马第一时间接你，怎么样？几天回来？明天晚上、后天晚上吧。三天。行不行？那快，送咱俩回去。好了，可以吧？热死了。坐好啊。车里边好热呀。一会儿好了。